第一次挑战，请准备。快呀！快呀！冲呀！加油！快呀！说你蹦得很漂亮，我就是在原地跳啊，加油，小心球，加油！哎呦，我的妈！七分，七分。好，目前白鹿积分反超了。反超了，没戏了。下一位要出战的队员是沙哥。一号看不上，三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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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五蓝这算吗？我的动作是跟安慕希合影。周深目前得分13分，暂居第一。接下来，凯哥上来，上，加油！我们的掌门，我们的掌门，掌门加掌门，我加一个空中 wink， 我鞋底子就上去了，我告诉你。空中 wink 不行吗？不可以，大家都不同意就换一个吧。其实对于掌门来讲，这都是小意思。空中换手，可以，我们同意。要不还是 wink 吧？那你就空中换手加 wink。wink 是附赠的，是吧？他打篮球的时候脸上的表情。不是他这样。对。好，凯哥第一次挑战，请准备。18分，所以恭喜凯哥得分翻倍，18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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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知道谁是跑男里最帅的男人了吗？自取其辱。那他这个18分一出来，我基本上就必须得做动作了。对，就直接挑战高分的了。来一个 wink， 凌波微步加 wink。这凯哥的正常状态就是这样的，感觉你不是慢镜头给你剪出来，你这空中触电，你知道吧？我们这是炒菜特辑吗？怎么这么油啊？凯哥第二次挑战，请准备。他是真的在出题。已经很高了，已经很高了。恭喜凯哥得分18分。到你了，嗯，坤儿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
没有动作最满分15分，满分都没有18。加 wink 吗？加 wink， 不加 wink。你这样，哎，你来个三 wink， 我算你赢。三 wink 要怎么玩？啊啊！等一下，我熟悉一下这个网。正式来吧，正式。蔡徐坤第一次挑战，请准备。等会儿，采访一下你。等一下，我刚才没仔细看，这人怎么蹦完回来了呢？虚晃了一枪呢。小朋友们好入戏哦，压力山大。凯哥这得意的，主要是有你的18分，他都不惜的跟我们站在一块儿了。那这个动作行吗？胯下运球啊！第二次挑战，请准备。24分，完了，给超了，掌门不服，掌门不服，来验一个，验一个，验一个。男人的，男人的漂亮 PK， 拉杆加 wink， 咱们给掌门，给假掌门一次机会，给啊，等一下。脱衣服了都，哎呦！认真了啊，认真了，认真了，凯认真。展开啊，别误伤啊！你们能给我一次机会吗？你们能给我一次机会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来啊，你来，我再来一次，来验一个，验一个，这是抚育啊，这该死的自尊心，这就是为什么男生都以为女生爱看打篮球，其实我们并不爱看。哎，你说什么呢？我爱看。我们现在这上面这几个是充当拉拉队的，是不是？怎么都投出小数点？哎，为什么不给我们球了？这一趴真的好漫长啊！你们还要来吗？请问这是一整期节目吗？这就是灌篮。这一集就叫《奔跑吧灌篮》。根据掌门的设定，在第一项考验当中，得分最高的是蔡徐坤，24分。